好开心，我哋患有癌症嘅同学欣欣终于翻嚟啦。佢今日带咗一首歌俾我哋，叫做《生命有价》。同学以热烈掌声欢迎佢啦！唱嗰首歌好好聽啊！我可唔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啊？原來係同學，多謝你啊！咦，對唔住啊，我肚站啊！我話聽日有學生團契，不如你一齊嚟啊，可以識到好多朋友㗎。聽日晚上一點，希望可以見到你啦。嘢都流暢咗啊！其實有口吃都唔係啲咩大問題，就好似我有癌症，但係我比其他人過得更加開心、更加樂觀。只係睇下你點樣過生活，點樣去面對每一件事。多謝你啊！估唔到第一個鼓勵我嘅人唔係我嘅朋友，而係有癌症嘅你啊！送俾你啊！本身呢個乒乓波因為一啲事好唔開心，但係你從另一方面諗。事情就唔同咗噶啦。多謝你啊！你平時中意做啲咩噶？我平時中意踩單車同埋搭電車咯。我今個星期六得閒啊，不如一齊踩單車啊！好啊。咁我哋又去邊啊？我哋去赤柱定係淺水灣啊？是的，老师说你有癌症的，为什么你可以这么乐观的？初中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自己已经有癌症，家里只有我和爷爷，但是我没有因为这样而觉得对未来有绝望。留院期间有很多同学和朋友来探我，支持我，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寂寞的。你就好啦，有这么 多人跟你做朋友，我就不同啦。我小时候讲嘢就不畅顺，根本没有人肯跟我做朋友。有我做你朋友咪得咯。我有啲事想跟你讲啊。咩事啊？就是我又要入翻医院啦。不过我今次好快出院噶啦，到时候我要见到你系笑噶。好啊。两年后，虽然他离开了我们，但是他开朗乐观的性格一直都留在我们心里面。多谢你，我的好朋友。我相信患癌不是大结局，就算你患有癌症，或者遇到些不开心的事，你都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，照亮他人的生命。